翻炒的，尽量把它炒到有点像焦焦脆脆的。台湾味就需要用台湾的东西嘛。对啊，这就是对成本很高，因为我对食材比较要求，如果你再怎么做的，就是怎么样原汁原味，尽量可以做的话就是这样做。因为我也会希望说客人吃到好吃的东西，这是台湾的东西，台湾的东西做出来的，那相对的台湾味会比较，大家才会比较可以接受。选用带皮猪肉，台湾品牌调味料，原新香料也非常讲究，甚至店里的饮料也是台湾熟悉品牌。邵培君就是希望让台湾美食原汁原味的在日本飘香，但这背后耗时多年，甚至开店不久就碰上疫情。所幸日本政府的补助加上外带选择，让他们顺利度过低潮。应该具体这样讲，准备的话是应该算三年左右，就是有想法到哦，我们有陆陆续续来这边一下，来这边一下，来日本，然后去勘察地形，都只是一小段时间，一小段时间，然后就在评估这边可不可以，这边可以，然后就是一直被打枪，一直被打枪，一直被打枪，到处都碰壁，然后最后有这个，然后我们才19年才开，找房子一年，然后签证又快一年，等于这些东西都是花了很多时间，就是你不是有钱就可以开的，没有这么好开，就是很多会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在店租的店面的部分，这个是最困难的。为什么想要坚持呢？一方面就是想来日本看看嘛，最主要还是想说看日本的环境，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把家里的事业再接过来，就想说如果今天他可以跨国际的话，就可以试看看这样子做，先从比较近的日本去做发展，因为他们接受度比较大。Now I don't live close by. I live very far away, but I'm in this area, so I wanted to eat this. お肉の味がしっかりしてるけど濃すぎないから食べてて食べ飽きないというか美味しく全部食べられるからその辺が好きです。无论是日本当地还是欧美客人，对邵培君做出来的台湾味几乎都很满意，但这是历经过多次改良调整后的成果，因为口味和饮食文化上还是很有挑战的。实际上来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口味的差异会稍微有点多，就是你不要去习惯他们日本的当地的口味啊，这些是当初没有想到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台湾味去做，但是之后是日本人说觉得我们台湾吃的东西怎么是甜的，尤其是挂包，因为台湾人都比较偏甜嘛，对，然后他们就觉得有点不太适应。意外听到了之后，然后我们才会慢慢做改良，咸的东西就应该是咸的，甜的东西就应该是甜的。爱的小丑吗？那个时候就只有卤肉饭，附近的商业的客群比较多，那他们都是中午来这样子，那他们久了之后，他们觉得吃不饱，都会给建议说，我们可以清蒸多一点的饭类啊之类的，才会到后面有鸡腿饭啊、排骨饭啊、鸡排饭啊这些东西。说白的话，应该算说你的收入会很低，因为你们店就只有一样东西。那这个就是跟台湾差很多的地方。台湾会因为就是小吃特别多嘛，那这个可能就是这家店就是专门卖这个。日本的话，就是你需要很丰富的东西，你要很多选项，让客人有多的选择，他们才会进来的消费。开店至今四年，从原本只有挂包、卤肉饭、面线和玉米排骨汤，到现在小店里已经增加更多品项。谈及心路历程，邵培君直言，在日本开店不容易，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美好。最多的应该就是日本人会问，你们是台湾人吗？就是因为附近店家就是有些都几乎都是挂台湾的名字了，因为挂台湾名字的话就是会比较好推销，就是日本人会比较买单台湾的东西。台湾人也会问啊，就是而且台湾人还会故意问你都耶，故意讲台语，然后突然要反应一下，突然要讲台语，要突然要讲台语，就是会很刻意的，就可能会前面先跟你讲日文，
那讲日文的时候先听你的口音嘛，讲日文的发音口音啊，因为有些就是听得出来就知道是不是日本人或者是台湾人或者是中国人这样子，这些尤其是有一点岁数的阿姨啊或者是阿嬷他们来买就会哇被挤嘞啊，那是什么虾米虾米虾米卖 NC， 都是故意讲台语的，然后就是看你听不听得懂哦，真的台湾人呢、欸、哦，然后对很多测试的方法我都觉得很好玩，感动的话应该台湾客人吧，所以东西一吃到哦台湾味这样子，那也有是有日本人来买的时候，我们店刚开的时候，这个我印象很深刻，买完之后回去吃，吃完之后隔天后来又来买，他就说哎、欸、你们的味道很像是不是台北公馆的那一家，那我们那个时候是否认了、啊、一开始就是比较低调嘛，不想要就是靠家里面的名气去做宣传，那我就来这边日本做看看，我也不用家里的名字去做，那试看看看可不可以做得成功，就是并不是因为需要靠知名度才去做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今天不是跟他靠家里可以做得起来的话，那代表说在日本应该做这个行业是可以行的。家里开的店就是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台大公馆夜市必吃小吃蓝渣哥包，但不论是开店前后还是采访过程，小培君几乎只字不提，他说希望自己是靠料理实力征服大家的味蕾，等到闯出一番名堂后，未来的目标除了开分店，更希望把家业的道地台湾味带到海外，让更多人认识。其实在日本开饮食业是很辛苦的，尤其是专门做饮食业的，我们不像居酒屋，我们没有办法靠酒类去赚钱，因为在日本很需要酒类这个东西来去做增加自己的收入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之前是没有，那后面也不太会有，因为这家店就是像轻饮食的感觉，就是不是适合喝酒的地方，那我们就只能靠料理去征服他们。对，はい、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ゆっくりどうぞ。